姐哦。台湾网拍模特杨佑颖因为遭到网络上的污蔑式霸凌，21号在家洗海起自杀，才24岁就香消玉殒，引发各界对于网络霸凌的挞伐。有台湾情色教主之称的辣模雪碧就感同身受的在网络上发文，表示自己也经常遭到霸凌。雪碧坦言，每天打开网页都会收到一堆变态下体照，问他是否给包养，能摸奶吗？还有一些自命清高的小模拒绝整身上某个纹身都是指甲也很假，若是被成自己，他也经常的说出自己被霸凌的经过，但选择了也只能接受。他奉劝大家想想支持爱你的人，并祝福杨佑颖到天上做个快乐的天使。